怪。我们女孩子有秘密武器。姐，我们有个粉丝问说，她身高只有1.5米，可以打台球吗？其实我们台球对于身高还是很友好的，个子高一点的话，可能是会有一点优势，但是对于个子小的朋友们，可以学会借力啊。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工具叫架杆？只要想打台球的话，身高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你对台球的热情和你对台球的热爱。再说了，乖，我们女孩子有秘密武器，那就是高跟鞋。